文林宝典戏馆、故事馆加上知名的书店，这周边会当讲是好买上热闹的街区，但是停车不方便，好民众真头疼。最好的办法就是骑脚踏车来。出发啦！啊，出发啦！哎，不错，很方便。这样以后如果来虎尾玩的话，就不用担心车的问题啦。哎，对，还不错啊，对吧、啊？为什么？而且是免费的、啊。四季是做方便的嘿，啊，靠一点那呢啊。兼运动，哦，运动佮兼风欣赏风景，也是做好个。不管是游客还是在地人，拢会当用骑脚踏车的方式，轻松来到后背世界看表演。因为公所提供免费的脚踏车，要予大家来借用。公所呢所设立的公共脚踏车哈，总共有50台，啊，已经是第三代了啊。这公共脚踏车主要的用意哈是节能减碳啊，第二个减轻这个城市交通量的一个负担，带进这个环保的概念。咱车就用停在咱的停车场啊，好啊，咱的图书馆这个停车广场啊，咱就用证件来换咱的脚踏车。之前的公共脚踏车是一种放在港街的所在，现在公所改变做法，让大家买旧车更加方便，会当使的范围卖更加宽。下摆来后尾呢，咱大型的多功能活动中心啊，借会到啊，咱虎尾镇立图书馆啊，借会到啦。啊，另外这个布袋戏馆遐，啊，搁咱虎尾游客中心，就是虎尾驿屋顶上的猫吼，过溪海达遐，啊，加北西啊，剪纸彩虹艺术村。那个地方呢，我们也都分别会来配置哈。想要踅社区，想要家里后背的街头巷尾，提证件来借脚踏车，用上环保的方式，实在你无认真看过的后背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